摩沙音乐厅，声声拢好听，为你带来好心情。小说家、诗人，也是一个文学评论家宋祖莱先生，在1981年，捌应美国俄亥俄大学伊的邀请，去到学校担任着驻校的作家，这是一项非常光荣的代志啊！离开故乡，才知影台湾的水啊，去到他乡外地，才知影母语文化的可贵。了后，伊就用台语文写出真济动人的诗篇。今仔日，咱就要借着一首宋祖莱伊所写的诗，那是《到乡村》，来引出着话题，介绍朴实的乡村民谣啊。我伫1984年改谱成歌曲，34年后，今仔日才有机会第一摆公开伫电视上，甲各位朋友来见面。说来去，咱来欣赏一首，那是《到乡村》。是咱台湾民族音乐史上一位相当杰出的民谣的国宝。29岁时，因为染着重病，脚手煞来行动不便啦。
但他认为这是精心做的太深了，出生老天的加以处罚。伊想讲，我吼加减啊做一挂好代志、好事，甲精心的做个甲布满，吼、哦、啊，安尼我的脚手可能就会当恢复正常啦。所以呢，单单伊用坚强的毅力甲着热情，安尼脚拜一个拜一个，单单行遍了乡村各地，为着村民来唱歌啦。1967年，伊和音乐家苏维龙甲着柯湘惠等等家发家，介绍予大家来认识伊，则引起各界的注目。伊建立伊伫台湾音乐史上的地位，其实是伊会当完美来诠释着乡村的民谣，不但宣传着传统特色，阁为伊的原创的精神伫内底。特别是伊的唱的腔口，哦，凄凉中间带有坚强的意志，歌声又阁当丹田又阁有力。深深拍动每一个听到伊的歌人的内心的深处。在1978年，我去拜访丹丹老先生的时阵，我甲伊学着一段用思想机的曲调，唱着一个讲要来友好父母的歌谣。耶稣啊！耶稣啊，上啊记，地啊一个介大就是天甲地，地二介大就是老母的亲老爸啊。嘿，若毋是因，请恁大家就甲伊想详细嘞。迄个骨头就是老爸给咱的，肉就是老母的阿话。单单伊唱歌的腔口，确实有伊特殊的所在啊！大家一定有发现，一般人用文字伫咧写这个歌名的时阵，拢甲写思想机，甲写作思想器。其实这是以讹传讹啦。其实这个曲调，伫乡村的乡村人拢甲叫做思想机啦，是德基迄个基啦。啊嘛，有人是讲想要带两边厝的思想机啦。乡村有人伫咧讲啦，用早期有钱有势的查甫人，真爱娶这个大某细姨啦。吼，啊，大某甲细姨分别居住伫一个所在，啊，伊就两边选咧大，享受着基因致富啦。啊，古来呢，大家拢甲啼笑啦。迄、那个想要吼娶两个某，啊，断两边厝的查甫人，国伊就是思想机啦。欸、不过吼、哦，咱若看流传伫现处现时的这个思想机内底，确实有一个版本。这个版本的曲调。伊就描写着讲，想要带两边厝迄个思想机。思啊，思啊，思想机，土花含顿啊，你都有胭脂。花啦，现白啊，你都不怕。
香味啊，伊都哎哟喂，旧情再来思想起，哎哟喂，甘。吃那好吃，你都想他，好甜你都哎呦喂。哎呦喂，这首歌先用思想机来做伊个正道句，然后应用台湾民间文学个四句联，以景来引情个方式来讽刺着要娶大宝小姨是一个不智个行为啦。对大母嘛真无公平啦，哦，啊上尾后伊才用个哦，哎呦喂来做整首歌的一个结束句，哦，真是一首结构非常特殊完整的民谣。欢迎继续来收看《Formosa 音乐厅》，声声拢好听，为你带来好心情。对高雄、屏东要去乡村，必须要先经过一个凤港这个所在。虽然凤港不是乡村半岛区内的一个乡镇，但是乡村地区确实流传一首名叫做《凤港小调》的民谣。根据着咱乡村民谣民间艺人朱定顺、张文杰、尤冰生等等因的讲法，《凤港小调》的曲调其实是差不多两三百年前。伊就已经存在了。迄个当时并无什么歌名啦。到了日治时代，日本人为了供应日本本国的这个火炭的需求，积极在台湾推动这个烧火炭这个事业。当时恒春啊，成做重要的烧火炭地区。迄个时阵啊，凤港人因是普遍比较地较善吃，啊，真侪凤港人就来到乡村参与着这个烧火炭的工作啦。暗时啊，日落黄昏的时阵，休困的时阵，大家都招招做伙来唱歌解心闻啦，啊，就唱起着一首带有几分哀愁的民歌曲调。伫迄个乡村有一对恩爱的翁仔某。詹建辉甲着柯洪梅两人平常常常爱对唱作乐，因所唱的《凤港小调》，尤然也是一种两景两情来唱出着浪漫对唱情歌的《凤港小调》啊。红花来开了啊，美梅啊，香花
花开了啊喂，小妹哎，红啊喂。阿娘啊，来选君啊，来做红啊，将来吃青啊喂，无所的帮啊。西山啊，无地阿皮，夹出夹入马尾，看天嘞是阿喂。阿君啊，真真爱，甘愿甲君啊袂见面的你啊话。一丛啊，像是啊丛嘞，像是嘞白露啊喂，不知嘞人啊。这个满洲乡流传一首真有特色的乡村民谣，叫做《九牛调》啦。过去因为这个所在较偏僻，这首歌无多流传到其他的所在去。这个《九牛调》本来只是一个短短两小句，这个小乐曲，而这个曲调旋律非常的迷人。出生在满洲的一个音乐家叫做江明君。伊有感到讲，这首动人的《九牛调》，那强强要失传去、消失去了。尾后，伊就伫这个原来短短两段曲调上，佮加上一句原住民的风格，佮着一句乡村这个鼓吹、你本迄个风格曲调就对了。
除了保持原来伊个质朴啊，加着优雅以外，更加显现着伊个优容之美啊。郑老师伊就干呢，甲号名号做讲九牛雕满洲皇宫啦。早前我经常去甲乡村采集民谣，伫迄个时阵，我来应用郑老师改编过这个曲调做基础，然后甲写出一个歌颂着乡村屏东皇宫之美的歌词。屏东古早桥啊高嘞，南平乡村是阮兜，人人朴实正义高嘞，出有椰子大葱头，一路行来到茶城嘞，福安大庙上出名。工作真灵声的传遍全国好名声，青春公园像仙界的机会一步满园来，先当机就通人知的景色优雅，观自在。台湾最南是河南的这座顶楼半天关，夜来灯光几回转的，啊，只是船只的安全。眼怪少满满开，西瓜桃园伫一位咧，使人尽量避雨开。迎春林了真精彩咧，风动四海人人爱。